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娃，喵了个咪。今天呢，想做一期小裙子的开箱视频给大家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就继续往下看吧。我买小裙子的店家叫做甜心贩售机，这是它的盒子，整个看上去就是粉粉的，非常的粉嫩，非常的粉嫩，非常的可爱。那现在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。这条小裙子的名字叫做车厘子，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粉粉的、嫩嫩的，非常的少女。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发带，巧克力色还有粉色，然后这边有蝴蝶结，感觉挺可爱的。然后后面是这样的，叫做鸭嘴夹，应该是，就这个鸭嘴夹，待会儿再戴吧。然后还有两个蝴蝶结，也是粉粉的，然后它的后面也是个鱼嘴夹。哎，它这边还有一个，就是徽章吗？还是胸针之类的？好了，接下来就到最关键的小裙子本体了，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这个裙子整体还是有一定的分量的，托在手里面感觉，有那么一点点重呢。这个分量的裙子，光布料就得不少钱吧？而且我买的还是 L 码，总共加起来也就300出头一点，哇，赚大发了！不说这么多废话了，赶紧把小裙子拆开来看一下。哇哦，它这边还有两个袖子是可拆卸式的，有两个可拆卸的袖子。然后就是裙子本体啦。这边还有张什么卡片？哦，没有用。看一下裙子本体，有没有一种超级粉嫩、超级可爱的感觉？哇，是心动的感觉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试一下把它穿上去吧。好了，这就是穿上的效果，我把发带也戴上了。今天有点懒，就不专门化个妆了。你们就这样子看一下吧，然后我给你们站起来看一下。怎么样，是不是看着还挺好看的呢？好了，今天这期不走心的开箱分享视频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一键三连哦。下次一定，下次一定。好的，那就这样啦，大家下期再见，拜拜。